好几年了，一直放到衣服里面没穿。这个衣服还是这本来是夏装，不是夏装，秋装，秋冬装，春秋装。嗯，你如果外面不穿衣服还挺好的，穿个衣服就没那么好看了，是吧？嗯，但是太冷了呀。这个衣服真的买了好久，嗯，我记得是子涵还没多大的时候，可能一岁左右吧。这个衣服一直挂在那个衣柜里面，不怎么穿，没怎么穿。连续十多天没有出太阳，今天呢要在我们的车上来喝个茶。上次呢我们吃的是那个黑茶茯茶，今天呢我们要准备来拆一款龙柱，龙柱是属于天间是今年的新茶哈，我们来品尝一下。这龙柱呢是春茶，它属于天间哈，它这个香味好浓啊，浓的就是茶叶本身炒制的那个香味，我感觉比上一回我们吃的那个茯川它的那个清香味啊，更有茶的清香味。之前我们吃的 是发酵的香味，对对对，那种味道跟这个味道还是不太一样。我们瑞宝宝今天穿的红彤彤的，看，哎，看这个袜子，是吧？好漂亮吧，对吧？嘿，萌萌可爱的。早上的时候我只要把门一开，他看到那些鸟啊鸡呀 好兴奋，然后双手双脚在那边不停地滑不停地滑，然后也有的时候讲话。嘿嘿，这是谁呀？你看我们穿的好暖和哟，这个颜色也好好有好喜庆的那种，对吧？现在小芳在换尿布，我来泡一下这个茶。那其实看一下这个茶跟那个茯砖有什么不一样吧，差不多放这么多就够了。它这个茶基本上都是一片一片的，哇，特别香。这样子看这一斤还是挺多的，看500克，这个水温越高越好，最好是刚烧开的水。不，爸爸妈妈要喝茶了，你就要OP了。嗯，像个蛤蟆样的你，人家都说他是以后都不用学游泳了，天天在床上学游泳。有人真有人这么说吗？嗯，你看他那个脚的那个手，好标准是吧？嗯，你看，真的是。第一片喜茶，到了，把杯子洗一下。起哄了啊！滴啥滴呀？滴啥呀？你在？那滴滴呀？那滴滴啊？你还想要个弟弟啊？给他穿那个小脚裤，小脚裤保暖一些，是不是？对着镜头的好会讲啊！喝一喝味道怎么样？来，我给你们满上。嗯，不用太满。这个颜色有点黄哈。嗯。偏黄，像我们之前的喝的那个茯砖呢，是偏黑的，这个偏黄的。嗯，这个是金黄的。对，它的工艺是不一样的。哇，这个感觉看着这更有食欲啊，更有食欲。这款茶在我们橱窗里面也有，
给大家看一下茶色，是这种金黄的，没看得到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它也走了，它看不出来。哎呦，像这个龙柱天青哈，它是一斤装的，然后里面的配料表的是就是只有茶的成分，其他都没有了，就是纯茶。我这个杯子又可以当暖手宝，冬季喝茶真的是很好。你给它带了出来玩，好高兴呢！啊，一直关在家里面关了好多天，因为最近10天都是下雨，地面都是个湿的，然后下毛毛细雨，所以很少出来玩。走，我们去玩去，散散步。吃的茶，你又吃的茶，他吃的板面，板面。他现在，知道到那个板栗树下底下去捡板栗吃，饭也不吃。我说今天饭没吃就不能吃零食，啥也不能吃。然后他现在不知道哪里搞来的板栗在那里吃。没有。嘴巴擦到我脸上，我脸上都有那个 BB 霜的呀。今年不是说它的那个桂花树没长吗？我看到了好多桂花呢。那边更多，那边更多。好香啊！哎，好多桂花树。这是桂花树，那也是桂花树对吧？这一棵就不长了，这个少一点。拜拜，你加音起来。